郭晋安、姜大卫和谭俊贤这一天一起为新剧宣传，三位第一次合作，在戏里面就要不停讲大话去呃大家。其实在演绎的时候我们都要可能直接，很多对白要很爽，呃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，是不需要特别去想的了，我们很专业的。我要想而已， 我没呃过人。多謝你添啫，安仔呢次留喺香港开工，多咗时间陪啲仔女，但系小朋友竟然对爸爸嘅新剧造型有不满。都有啊，佢话点解会咁样嘅？我未来呢两个月你都会见到爸爸系咁样。系啊，咁我就话不如你化蓝色啦，似阿拉丁咁样，咁样会可爱啲嘅。冇办法啦，要接受啦。